好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的宠物车哈。首先，我们感谢我们宠物车的第一是轮子，我们是发泡轮，前轮6寸，后轮7寸。我们的前轮是可以360度转向。我们的后轮的话，我们是单踩双刹啊，也可以我们左右都有刹车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车体。接下来我们的是一个植物篮，我们的植物篮是一个超大的植物篮啊，里面是有一个板负重的，所以说这里面承受2公斤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整车的一个外观啊，就是说前面我们是用了这个塑料网啊，就是一个塑料的网。那我们的整个面料是300滴的防水涂层面料啊。大家可以看看涂层面料是一个什么感觉，就是防止动物的一个抓力啊，抓力的一个布料。那么首先呢，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功能性啊。那我们这个车是不带可乐杯的啊，也没有我们的单手收车啊。那么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车牌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规律。首先，我们的车牌啊，在使用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固定带。那我们的固定带是从左啊到右，要把它固定起来，很轻松的，就是两个杆标对杆就可以了啊。那么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的安装的细节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拉链啊，拉链打开，我们要打到头。然后我们的几个扣具啊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使用。大家买回去之后，可能对这个使用啊，这里面是一个管件，先把布套套上。套上以后，大家就是说我们的我们家的这个爱狗宠物啊，不管是猫还是其他的一些宠物，是都可以去使用的啊。那么我们展示一下我们车体里面，啊，我们车体里面是有两个钩钩，就是我们的，如果说我们的狗狗是很调皮的那种，你可以对向把它拴起来，啊。那我们的安装完了之后，一般我们的主人就会要了解我们如何把这个棚子打下来，我们先打下来，然后这里有个拉链，我们要进行拉链的一个安装，啊。拉链安装完了之后，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呢？把它拉上，很轻松的到达。那我们平时居家的时候，我们的狗狗啊，想要出行方便、进出方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打开前面的第一个小天窗啊，我们的狗狗可以从这里进去啊。主人的话也很轻松的给它拴起来。狗狗进去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立刻把它拉起来，啊，然后我们的主人在行走的时候，在街上去玩的时候，可能会时不时想观察一下我们的狗狗的状态。那我们这里有个透视的一个天窗，啊，然后我们夏天出去溜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后侧有个天窗。那我们着重讲一下我们整个后侧天窗的一个使用，因为天气太热啊，我们可以考虑到后天窗是可以透视的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双拉链，然后取下3颗扣具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天窗啊整体打开，打到一定的高度，然后我们的狗狗就可以在里面非常的凉快哈，就是说天气热了，对不对？天气热，我们就是狗狗不愿意哈，照得太厉害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行走啊。当我们狗狗很调皮的时候，那我们就首先就不可以打开这个天窗。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将3颗扣具安起来。然后我们双手哈，将整个拉链拉起来。那我们的狗狗在里面就是
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啊。那对于大家来说，这台车啊，收车怎么办？就是我们的收车结构怎么去收啊？我们没有单手收车，我们怎么收车的？当我们收车之后，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，我们收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拉链拆掉。拆掉之后，把棚子打开。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单手车的功能，大家可以看到了，这样就可以收车了。很轻松的将我们这个车子折叠到最小的体积。那我们呢，展开的时候就是很轻松的，你这边像这样会展示给大家。然后我们呢，使用的时候呢，很轻松。将它打开，然后我们将这个拉链拉头拉上，啊，就可以正常去使用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用户切记啊，在收车以前，严禁拉链没有脱开去收车。比如说，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，拉链没有拉开，我们就收车，是不是收不了？这个动作就不对啊。所以说这段视频让大家去作为一个参考。完毕。